不知何故地在这里旁边安然休息，唔好看到这个蔡公子，因老爸老母唔知安怎样，我甲生仔生到这严格，哎呀，讲话个轻声细语，莫非我看这个一见钟情，这是奉天赐的哦。公主啊，我问你，啊，你若去读书，啊，当时怎会当去恁家？哦，这我唔知哦。啊，那安尼恁家恁母当袂甲你思念？无啦，我还袂娶某呢。什么呀？你也袂娶某？哎呦，这么正好，拄着我。我也袂嫁呢。哦，阿玲，哎呀，公主，事实，人讲有缘千里就来相会，这是天赐予咱的。为着阮阿兄，安怎那里归门避免？莫非我甲公主有缘咯？对啊，小姐，我来遮。初次看到你，正是安尼非常的美丽，天姿国色，金玉对待。看到你一见钟情，你的面，你的形影，那参照在我红尘的脑海中哦。真的咯？是啊，我嘛甲你同款安尼想。红尘啊，无安尼。你袂娶，我袂嫁，咱到这个所在按定婚姻。好，我倒来甲我阿爹阿娘讲，叫某人来讲亲，啊，都爱愈紧愈好呢。我知啊，哎呦，公主啊，你猜我？是，你就是我家李小姐，叫做吴彩英。哇，是啦是啦，公主。你甲你规定，我的心肝一切拢交代你啊！你都唔通交我骗，无可能！小姐天资国色，我哪会甲你骗？啊，那安尼，我要赶紧倒来叫媒人讲亲较重要。公主孙行，请了，请。我准备银票，你赶紧去讲亲。听有清楚哦，有啦有啦，你会记哩未？哎呀，都我旧某一个朋友啊，伊的查某囝，哦，伊查某囝，我家，我家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吴彩英，会记哩哦？哦，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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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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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大小姐？啊，是二小姐啊，做什么名？你讲给我知。哎呀，都恁查某囝。老兄弟，接棒。我查某囝两个爱多一个，都迄个，迄个，迄个，哦，我这个琴咯。这就是我大汉查某囝上爱的大的琴啦！哎呦啦，呦啦，呦啦，对啦，对啦，种五彩琴啦！哦，真好！我大汉查某囝真温顺，真友好。蔡公子礼貌兼多个缘投，阿娘有四分，这个分数。我答应，好，我你答应啊，是吧？是。300块的银票你收起来，为什么？骗金。伊啊，迄个少年的爱的速度真紧。即马订婚咯，啊，你免穿嫁妆。伊啊，明仔早起就要来娶亲咯，遐紧咯。是啊，啊，查某囝做人定着，紧慢拢爱互娶，好，